嗨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杰夫。这次的企划是这样的，教女大生打桌球。一教练前几天打电话给我，他就说有一个女大生以前是打校队的，然后看了我的影片之后，勾起她打桌球的行动力，那希望我可以教她打乒乓球。那我当然毫不犹豫的答应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直接来一集教女大生打桌球。好，我们话不多说，赶快去接她。在这之前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杰夫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叶教练、欸，你说要去哪个学校接他？国立体育大学的厦门啊。他念体育大学啊？对啊，他是我球类竞技的学妹啊。他主修什么球类？应该是足球吧。足球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足球这一块就交给你了。哦啊，那我快到，我再打给他。好， okay、好好好好好好好，晚点见，拜。嗨，我是杰夫。Hello. 我快到了。嗯，等一下我走出去。啊，是那台特斯拉吗？就一台黑色的特斯拉。好好好。好好好好，待会见。好。好，拜拜。嗯，现在到了练球的场地哈。叶教练说你是球类竞技系主修什么？排球。球用是什么系？我保龄球。哦。那你好好好好。两个真的超级怪的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反正就是你们有看我的影片，想说可以就是学球。很有趣啊！了解了解了解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，我们直接进去。我这次准备好了，学妹来了，颜值绝对够，有女大生的帮忙，可以让大家学桌球学得更迅速，吸收得更好，更有动力。那我们马上开始。我们终于来到这个球室了，队员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啊，那个你的捡球工具人呢？小勇。学长，学长。哎、欸，你工具都准备好，准备捡球是不是？自备好，自备好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，走。我们先从正手试一下，看看。不错，很好哦。啊，你会拉球吗？好，我们拉一下看看。拉球蛮稳的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换一下反手。是是是，哎、欸，你动作蛮标准的、欸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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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叶教练，叶教练，他怎么好像有点厉害？他应该算不是那个球的质量很够哎。他算比较有天分吧？他每一集你的影片他都有看哦。你说他都靠影片在学？应该吧？学太好了吧？这吸收比奶粉还有效。嗯，天才，天才。要不然你去发你上次桌球秘籍那个发球秘籍，对，把它发出去看它会不会接。好好好，也有看我的发球秘籍吗？有啊。那我等一下就发一个那个侧旋弯出去，看你可不可以接接看。好，我接接看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好。是没错，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叶教练、这个 cherry 是怎样？他我发一个侧圈他就拉穿越。其实他刚刚拉穿越的时候，我也吓一跳。他不是只是对桌球有兴趣吗？啊，就看看我的影片啊，穿越就这样说拉就拉啊、哦，天才儿童吧。不是他的球比我一般业余的选手或者是学校校队那个质量还重哎、欸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、欸。他是蒙到的，是吗？是，要不然你跟他比一场比赛，跟他调教调教好，电爆他。我觉得你刚刚表现呢还算不错，连你带来的那个捡球工具人都捡得蛮干净的，那个球都捡得蛮干净，满地都干净的。不然这样来直接比一场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待会见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开始比赛了。哎、欸，那你怎么衣服上有梅花？不知道，你捡来的。是吗？好好好，我们直接开始，走。可以剪掉。
顾一个。Cherry 小勇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跟你讲话。那他等一下来，他跟我们比赛，所以呢，你就尽量的去虐爆他，把他虐爆，往死里打，不用拉，一个都不拉，一个都不拉，对，对，好，走。叶教练，怎样？哎，这个女大生什么意思啊？带踢馆的，是不是？连来回球都没有，我拿几分啊？真是看不下去了。还是你今天发挥不好？哦，你明天是女大生学桌球，结果我被女大生打爆，这个来拆台的啊！不然叫那个捡球的跟我来一场。好啊，那就叫球童跟你再打一场吧。好好好，就这样。哦，虽然不好意思，可以先让我练三球。练三球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我刚刚都练一局了，来，给你练三球。怪球队竞技系的人桌球都好像很会打，奇怪，你不是打完球啦？我现在手有点抖啊。开始了。啊，你先。轻松接，叶教练，怎么了？怎么累成这样子？不是一个主修足球，一个主修芭蕾，还是什么保龄球？对啊，怎么两个桌球打成这样？好了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男生呢，他叫林永志，好像有点耳熟哎。对，他是106年、107年、108年的青少年国手。那女生呢，她是105年、107年、108年的青少年国手于修婷。来，勇哥跟于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失礼。好，如果不认识他们的朋友，我们现在公布一下哈，这个都是以前选上18岁青少年国手的选手，这不是开玩笑，都前两年的事情而已哈。现在就读国立体育大学大二，国立体育大学大一，主修保龄球跟桌球，桌球，对，桌球，两个都是桌球专长的哈，来拆我台，没事，我今天也算赚经验，平常也没机会跟专业职业的国手打到球，姐夫。算了，我们跳过刚刚的比赛，那个回去检验室麻烦帮我处理一下，把一些球加一些火焰啊，或者是让球看起来比较漂亮。好，那他们的 IG 在下方这个地方，有任何问题帮我在下方留言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有需要联络他们，想要有一些技术上的交流或者是资讯，都可以去私讯他们，他们一定都会很乐意帮助大家。好，今天感谢两位，感谢我们叶教练找人来拆台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我们现在那个，我叫 Cherry， 结果 Siri 叫。